面上看到的很多政治人物，不论蓝绿，很多他们早期都是念政修工专，那现在甚至于很多在影视界赫赫有名的艺人也出身于政修科技大学，所以这个学校坐育英才，而且最重要的是校训是什么？止于至善。给我一个掌声啊！我没有念政修科技大学，但是我非常了解这个学校。那校长，政修科技大学是第一名，还有另外一个第一名是我们的张鲁军博士。今天能不能第一名跟第一名一起拍个照，手牵手，心连心？提醒大家，8月3号是我们的总决赛。我记得我们在3月多的时候呢，在高雄举行的这个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呢，我们的韩市长特别有提到要来嘛，啊，好。